伪类，你不说我是这个办案底嘛？10年前又倒腾烟，又倒腾毒品的，我在英国混这么多年，对吧，七哥？什么法律？七哥最清楚。所以说查了咱们这么久没毛病，是吧？我们就在这和平抗议。他问我干啥？我说这是纸质花圈，就给共产党送葬来了。真相的这种不满，还有就是最后喊两嗓子 Take down CDP，表达咱们战友们的这种决心，就这么简单，战友们别怕，老共，咱们现在要明白，是他怕我们的时候来了，兄弟姐妹们。对，好，这个视频其实很有意思哈。我跟你说啊，文明，就是这个视频当时出现的时候啊，我们大家都没感觉的。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跟很多人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就是这个烂人居然敢在大直播，借助大直播给他做背书，对，想把他这个有案底的这个事情给洗白，你知道吧？